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小蔡。我今天是要拍一个就是淘宝开箱，你没有看上一集我的淘宝开箱吗？我是拍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吗？然后今天呢，我就要来拍穿搭，因为每次我拍淘宝开箱呢，都会有人信息我问我，就是可不可以拍穿搭起来是怎么样。然后我今天就拍了这一系列给你们看，虽然不是很专业，但是至少我踏出第一步了，是不是？我希望就是你们看了会喜欢的，然后我也会整理那个 link 放在下面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看，我有简单的讲解了一下应该要怎么配，这样配会带出怎么样的感觉，这样配穿适合穿去那里之类的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我上一部淘宝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这里看回上一部哦。其实我自己本身穿搭也不是很厉害啦，因为我平时最常打扮的就是穿一个 oversize T， 然后配一个短裤，配一个球鞋就出门了。所以这个是比较 streetwear 一点，但是它对我来说是比较自在轻松的。然后今天这一些衣服呢，都是算比较休闲一点的，穿出去也蛮舒服的，但是也穿着出门啦。然后会有一点运动装，然后上一期淘宝开箱的那些内在美的话，我就没有试穿啦，因为也不是很适合。衣服呢，它是可以盖过屁股，不会太短，然后它里面是有裤子的，然后呢，这里也不会太露，因为它有一个别针这样扣着。袖子呢是泡泡袖，然后如果呢你觉得这边会太阔的话，你后面就绑上这样子就行啦。整个就是可以穿出去 event 啊，然后也可以穿去走街啊，不会太单调，而且很好看。也可以穿去运动啦，然后它还有一件比较外套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露的话，可以穿那个外套。穿了的话就是这样子，不会看起来太露，然后你又可以整个穿去运动。如果你就是运动的时候，你可以脱掉这个啦，然后运动完你可以穿回这个。它的后面的底带也蛮好看的，蛮好看的。Easy come, easy go. No need to fight about it. Easy come.
打扮比较淑女一点，穿一件衬衫，一个短裤，然后配一双白色球鞋。很难给你们看到整身，等一下我试看，这样子。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，你们看了这些穿搭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这些衣服其实它的价钱都不会太贵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会买太贵的衣服，除非那个衣服是我需要穿去 event 或者是它的评价真的很好很好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我才会买比较贵的。所以这些衣服都是在马币大概一套一套来算啦，50以内吧，一整套就是包括衣服跟裤子50以内其实是算比较便宜的，而且这一系列的衣服的品质都蛮好的，我就自己穿到我觉得摸起来那些布都很舒服，白衣也不会太透之类的。它的运动装其实弹性那些都蛮好，我觉得如果你们也是想要跟我有同一系列衣服，或者是看中哪一个想要买的话，可以去下面的连接按，但是我不确定那些衣服是否下架的，因为我买的这家店它的衣服蛮快下架的，就是它 post 上来了，然后我其实看中的是蛮多，但是每次我加进购物车要买的时候，它其实蛮多都已经下架了，就是剩下这些，然后我会尽量把 link 找出来放在下面啦。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分享订阅还有按赞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做一系列就是穿搭的，不只是单单淘宝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帮男生打扮，但是需要一个男模的。我最近也蛮常在我自己的 IG 发穿搭的一个 story，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如果我有打扮出街的话我就会发一发，就是我今天的穿搭是穿了什么衣服，什么裤子，什么鞋子，是走比较什么的风格的之类的，我有试着尝试拍这一些。希望如果你们是比较喜欢穿搭但是又不是很会打扮的，可以参考一下，虽然我自己也不是很会打扮啦，但是我有尽量的在学习在进步，希望你们有看到啦。